权威代理雇佣案件解决劳资纠纷，请找妹021-254-2903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，老年痴呆已经成为全球第五大死因，因为老年痴呆而死亡的人数甚至超过了肿瘤。大部分人认为老年痴呆是老年人的专利，实际上老年痴呆的发病人群越来越年轻化，已经由原先公认的65岁提前到了55岁，甚至有30多岁的年轻人患病。一、常有五个行为的人会有痴呆倾向。老年痴呆在发生之前其实是有异常表现的，但是这些症状很容易被人们所忽略。临床上将老年痴呆分为临床前期、轻度认知功能障碍以及痴呆期三个分期。大部分人确诊时症状已经发展至了痴呆期，而老年痴呆在早期是有信号的。那么老年痴呆在早期时会有哪些信号的？建议大家多留意身边人有没有这几种行为。一、做家务不利索了。一些人本身是做家务的一把好手，但是在罹患老年痴呆之后会经常丢三落四，做菜的时候忘了放调料，或者是多次重复放，做完菜容易忘记关煤气、抽油烟机等。二、记不住事情。老年痴呆较为典型的症状是忘记近期发生的事，比如刚刚告诉别人一件事，但是转头自己就又忘记了，但是对于一些较为久远的事却能记得清楚。三、理解力、判断力下降。对于日常生活工作当中的事情无法准确判断，比如把钥匙放在垃圾桶里，袜子放到了饭桌上等等，对于一些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特别差，无法理解。四、说话不利索。老年痴呆会让患者的话语变得越来越少，很多时候会词不达意，无法表达出自己正确的需求，让人难以理解。五、时间地点分不清。现阶段处于哪年患者分不清楚，甚至于连白天黑夜都无法分清，很多时候还会忘记回家的路，经常迷路。二、七类人易发生老年痴呆，尽早做好预防。老年痴呆是可以预防的，对于一些特殊人群来说尤其是需要尽早预防。中国天津市痴呆研究所的所长提醒，老年人、低教育程度者、睡眠质量差的人、缺乏体育锻炼者、缺乏社会活动者、抑郁患者以及经常抽烟酗酒人群，罹患老年痴呆的风险均会上升。有关专家提醒，65岁是老年痴呆的高发期，一般该病的潜伏期为10到20年，建议在40岁之后就要多注意预防老年痴呆。具体该怎么做的？首先是平时多动脑，我们的大脑是存在用进废退原则的，长期不动脑容易导致大脑功能下降，进而增加老年时期发生痴呆的风险。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要多读书、下棋、与人交谈等等，帮助锻炼大脑。其次是保持体重正常，肥胖是诱发多种疾病的元凶，其中也包括老年痴呆。肥胖人群更容易发生炎症、氧化应激、胰岛素抵抗问题，进而导致脑细胞损伤。最后是保持健康的睡眠，睡眠对于大脑健康非常重要，良好充足的睡眠时间可以帮助清理大脑内的废物，也能够帮助记忆力加强，预防老年痴呆发生。建议年轻人要保持每日7到9个小时的睡眠时间，65岁以上的老年人每日睡眠保持在6小时左右即可。当然，具体还是要以自己的身体反应为主，醒来之后不觉得疲惫就可以。老年痴呆并非老年人的专利，年轻人对此也需要引起重视，日常保持好的生活习惯。我是东方，祝您健康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下期再见。